在这期视频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欧几里得早期观测任务的一些事情了。那我们是在今年年初，差不多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呢，向大家征集了一下关于想观测的一些目标。然后在我们获取完这些目标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筛选，因为这些目标呢，可能是不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因为我们的这个视野呢，就完全取决于我们望远镜的一个状态。因为当时是筛选的时候，在四月份，在三月份、四月份左右吧，我们只能初步进行一个筛选，然后看哪些目标在这个可视范围之内，哪些目标不在可视范围之内。那还有一个目标比较特殊，是仙女星系，然后也就是 M31。然后我看好多人就提出了，哎，要拍摄 M31。但 M31 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整个一个视野呢，我们望远镜的一个视野呢是框不住它的，所以这个目标呢后来也被我们剔除了，然后就留下了一些目标。然后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开一次会吧，然后对这些目标进行讨论呀，或者是后续的这些观测呀，以及后期处理啊，以及后期的这些宣传是如何做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在7月1号的时候就发射了我们望远镜，然后发射的初期呢，我们望远镜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后来呢，我们意识到我们望远镜出了一些小问题，然后要进行一些类似于导星的校正啊。然后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就耽误了一些目标的观测，然后我们不得不就是再次联系这些提交目标的这些人，哎，说你能不能可以提交一个相似的目标。然后就是在这样反反复复经过了几轮之后呢，我们获得了这些照片。那我们挨个照片挨个来看吧。然后其实主要的内容呢，我们在之前其实放第一组这个照片，欧几里得照片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讲过。然后这是一张就是非常明显，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马头星云。然后它现在目前的这个分辨率的大小是8K 乘以 8K 的，就是8000像素乘以8000像素，然后这个像素值呢，其实是采纳了我们这个红外设备的像素值，因为我们红外设备有这个16个 CCD 的探测器，然后每个探测器的这个边长的这个像素值呢是 2K， 然后加起来这张图就是8K 乘以 8K 的。但其实我们还有一部设备，就是位置，我们叫这个可见光的一个设备，然后那个是设备的这个像素值非常大，那个像素值是应该算下来，如果整张图片的话可以是 24K 乘以 24K。 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就是说在此次发布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 8K 乘 8K 的像素，然后有一些这个放大的细节呢，我们用这个 VIS， 也就是 26K 乘以 26K 的像素，然后来这个填补这些区域。至于你们如何获得这些照片呢，可以从我的评论区里面然后直接下载，或者是 26K 乘以 26K 的呢，你们要到这个 ESA Sky 里面然后去在线观看了。至于这些科研的数据什么时候放出呢，我们会在明年的初期然后放出这一部分内容。所以简单给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图片上的能看到的信息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马头星云了，其实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在里面，比如说这些星云的位置啊，或者是这甚至星云背后的星星你都可以看见，这些这个穿过星云透出来的星星，还有我们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六角的星芒，你们看这个1、2、3、4、5、6这六个星芒啊，是由于这个我们望远镜的结构导致的，它其实和这个望远镜的这个身份证一样，所以你会看到类似于这个韦伯是八角的，然后哈勃是四角的这个星芒。这个照片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些星云看到这个星云背后非常非常远的这些星系，比如说我看到这里除了这两个非常亮的这个恒星啊，然后这其他碟状盘状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星系。当然这张照片非常大啊，我现在就是放大了之后呢，我的电脑就变得特别慢，不过这只是 8K 乘以 8K 的，我们还有更大的照片。
其实还是很好看的，包括你们看这些细节还是非常好的。就所以我们的这个望远镜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在能看到非常广的区域，以外呢，你还能看到像素值非常高，所以你的细节都保持得特别好。然后这个就是马头星云的一些内容，包括上面没有这些这个叫什么星云的位置啊，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宇宙的一些背景的一些星系，比如说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Spiral Galaxy，然后它的这个蓝是冲向我们的。当然，你也会看到这些有一些这个后期处理的缺陷啊，比如说这个六角的星芒，你会看到中间有一些被抠除的。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因为你们可能看到了我们之前发布的这个第一组照片，第一组照片里面你会看到里面包含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宇宙射线。然后其实就是有一个后期工作，就是要抠除这些宇宙射线。那之后我其实还会发一个视频，然后里面和大家讲了到底如何才能抠除这些宇宙射线。好了，我们继续再往下过。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英仙座的一个cluster 一个族群。然后你会看到好多星系都聚在这里面。同样，这也是一个 8K 乘以 8K 像素的一个照片，不过我们有这个分辨率更高的。其实为什么我们不用分辨率更高的这个图片呢？或者是怎么说呢？因为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彩色的照片，然后要做一个彩色的照片呢，你就需要有这个 RGB 这个红绿蓝这个三个通道。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这张照片是用了我们设备里面的可见光的设备。这个红外的两个波段，然后去构成了 RGB。然后如果说你用这个，你想获得一个这个 26K 乘以 26K 的一个素材的话，其实你的照片是一个灰度的一个照片，所以它只有白和黑两种颜色，或者中间的一些值。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看到颜色的话，你只能用这些彩色的照片，也就是我们用红外的这些仪器去把它染色的。好的，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这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细节。你们看到这些有星芒的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恒星，大部分都是银河系之内的恒星。然后这些远处呢，其实就是非常遥远的这星系了。包括你会看到这些有一个紫色的区域，其实这张图中这个紫色的区域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是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鬼影，就是说一个非常明亮的物体，然后在我们镜面内呢，其实它是有反射的，然后它反射多次之后，再次打到我们的探测器，然后就会形成一个环状的鬼影。然后现在呢，做的一些图片处理就是直接把这些鬼影的区域给抠掉，然后就是抠掉鬼影的区域吧，所以还是有一点缺陷的。至于如何抠鬼影呢，我之后也会有一期视频，然后。会里面涉及到如何抠除这些鬼影，当然这个图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你们看这个星芒，这里这个星芒呢不光是六角的，其实是它是有12个星芒在这里，包括每个你看大的这个星芒呢都会有2个小的分支，这个现象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仪器呢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拍摄的这组照片。其实中间隔了挺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仪器呢也会这旋转呀、啊，或者有些角度，对它拍摄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两种星芒，第一个是第一次拍摄出来的星芒，第二个是后面拍摄出来的星芒，有两个叠加在一起，然后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类似于12个星芒的这么一个样子了。当然，你会看到其实这片区域里面，右上方的这片区域里面有好多这个缺陷啊，defect 啊，然后其实也是抠图的时候抠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呢可以拍摄这个光谱，然后拍摄光谱的时候呢，它就是把整张图呢，然后往上涂抹掉，然后就会形成它的光谱了。然后这种技术呢就叫 Grism，
或者叫这个无缝光谱。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第一次发图的视频的时候呢，也和大家讲过这个技术。这些光谱拍完了之后呢，你这些这个电子啊或者信号啊会流到传感器里面，然后会完全的就是并没有被传感器完全的读取掉。如果这些信号留在这个传感器之后呢，我们在拍摄下一张照片的时候呢，这些信号呢就会再次被读取，所以呢你就会读取上一张照片里面所涵盖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因为这种现象而导致的。然后我们读下一张照片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上一张没读完的信息然后涵盖在这里面，这个我们叫 persistence。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在发射之前就已经被预料到了。然后这里要说一下我们这个照片处理了，因为我们这个欧几里得数据处理和这张照片这一系列照片处理呢不是通过一个程序处理出来的。然后我们在欧几里得专门用作宇宙学研究或者是用作这个 legacy science 的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特殊的一套，或者说已经准备了很多年的一套系统。这个你们看到这个照片呢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处理方法，然后呢并没有用到我们欧几里得专门处理科研数据用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有些这个缺憾呢并没有被解决。这个是一个叫Irregular galaxy， 就是不规律的一个星系，然后包含的细节也是非常多。哦，你会看到，其实这张图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点是这些紫色的内容。这些紫色的内容啊，这些紫色的区域啊，其实都是超新星爆发的这些遗迹。那你会看到这部分有一个，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然后包括这侧面有一个都是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然后而且这不是我们银河系内部的一个天体，是银河系外部一个星系嘛，一个不规则的星系。然后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细节，而且要注意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像素呢，这个是 8K 乘以 8K 的像素，然后我们的最高像素呢可以达到这个 24K 到 24K，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每一个亮点到了这个 24K 乘以 24K 的时候呢都能被解析出来，这个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像内容的。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 globular cluster， 一个叫什么恒星团，就是我们放大之后你会看到，哦，中间其实这一个一个亮点就是一颗一颗恒星嘛。然后欧几里得设备的能力呢就可以解析出来这些恒星了。如果说你是用一个类似于解析度没那么好，或者是就是用地面的一些设备呢，很可能就是好几个恒星都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分辨不出来。然后太空望远镜的优势呢就是它没有大气的干扰，然后呢你的看到的这个图像呢它的锐度就特别高，然后就可以分辨出来，哎，这到底这一团是一个恒星还是到底是两个。再往后看下面这张图，这也是一个 spiral galaxy， 一个正好面对我们的 spiral galaxy。 然后这其实也是和刚才的图差不多吧，然后也是细节比较多，然后这个 galaxy 呢距离我们也特别近，那你看到它的这个尺寸啊都比较大，然后正好它的是这个盘，然后面对我们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它整个的这么一个区域。然后你会看到这个 spiral galaxy 啊有很多这些偏红偏紫色的这个区域，这些区域呢其实就是恒星形成的区域，然后就是恒星形成速率非常快，然后在这里面然后就会发出这些光，当然这些这个颜色啊是我们这个专门染上的。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次发布的这些图片了，不知道你们看完图片之后那有没有达到你们的心理预期呢？就是说实话，这个我见过比质量更好的照片，就是用我们相同的数据可以查出其实比这些质量更好的照片，不过有种种的妥协吧，所以所以说现在你们看到的质量就是最终的一个我们放出的
的素材了，包括你可以看到码头的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有一些横向的这些纹理，或者说在这个，如果你仔细看这张图的话，如果你放大的话，会看到这些缺陷的地方，这其实是都能被避免或者是丢掉的，做了一些妥协吧。如果你们和我一样觉得这些照片不是那么完美的话，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可以再稍微期待一下，因为我说过我见过更漂亮的照片，然后你们也会见到的。来，这就是这期的内容了，然后耗时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吧，然后为大家准备出来了这些的照片，然后希望你们满意或者喜欢。那如果你们喜欢物理，喜欢天文，别忘了加关注。如果你们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放在留言区，如果问题多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考虑一下开一期直播，然后和大家具体聊聊。这就是这期的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